小姐，是这样的，在把行李送上车之前，必须先给你收5元的服务费。可是我只有10块钱哎。哦，没关系，小姐，我去里面帮你换钱。等我一下。我们这站并没有这个规定啊。喂，可恶，竟然敢骗我的钱，我一定会讨回公道。哎呀，子玉，我没讲够，继续给我笑，继续给我笑。 大家放心啦，我今天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扇正。阿叔，不要再吹牛了啦，我们都已经3连败了。昨天又不是你投出生球保送人家，我们还可以跟他们打成平手嘞。嘎照说的对，阿叔，你不要再吹牛了啦。才不是嘞，明明是你们手不好，是你头不好，是你手不好，是你头不好，是你。马生度。 还没有开始比赛，你们自己就先吵成一团了，这像什么话啊？不要给自己泄气嘛，对自己的球队要有信心啊！有没有信心？哥，我有信心。阿叔，有没有信心？我有信心。喂，好啦，有没有信心？我没有信心。但是我要下周让对方拉肚子，对，让他们拉。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啊，我们应该还有机会可以赢了。敢推我？要打架是不是？要打架是不是啊？ 班长，好了好了，学弟不懂事，班长，好了啦。林启明，你想干嘛？拿刀干嘛？啊？不服气是不是？没有。啊？你想干嘛？打架？不是。来呀！没有。想打架来呀！不是。林启明，你既然敢打班长，你报警办上哈？不是我，林启明，卫兵，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关起来。林启明，站住！ 把行李搬上车。啊？你不是搬运工吗？啊！我是，小姐，我送你上车，这边请。小姐，是这样的，在把行李送上车之前，必须先给你收5元的服务费。 这是车站里规定的，对不起啊。哦。可是我只有10块钱哎。哦，没关系，小姐，我去里面帮你换钱。等我一下。 请问，刚刚那位先生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谁呀？他不是你们员工吗？他还跟我要了5块钱，说是车站里的规定。我们这站并没有这个规定啊。可恶，竟然敢骗我的钱！我一定会讨回公道。
学生，请问一下，这条路再走下去会到哪？走开！大哥，我只是问个路，这么凶干嘛？东西送回家。不舒服啊？哎，有点感冒，没事了，吃个药就好。证件拿出来，我看看。证件拿出来。出局，比数6-0，官府国小获胜。6-0。走不回去。校长，吴天老师。布瓦老师，
已经连失败了。校长，赢球是一种荣誉呢。你放心啦，我们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啦。一直以来，学校花了很多经费来支持棒球队。你们很喜欢棒球，我知道。但是学校最坏的打算，就是解散棒球队。 校长啊，要是迄棒球队解散的话，我们以后要去那边加油哦。好的，先生啊，我这个人吼是一条长啊，趁尻川啦。读册啦，读了好，啊，改做医生啦，做律师啦，有影袂歹啦。不过人家打仗未长啊，真快乐啊。你看这囡仔，大家拍球拍才快乐着，你敢担心去唔害怕？更何况 啊， 棒球是咱规整的希望，大家嘛想讲看会当摕只全国冠军回来无？为了一个冠军，牺牲孩子们的学业，值得吗？校长，那些小朋友吼是那时候马耀教练吼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的呢。如果不是为了棒球，他们会回来学校吗？我找来一个新教练了。 校长，新教练洪启胜哦，是棒球选手出身的啦。我们学校有了他来带领我们棒球队，一定会有好成绩的啦。所以，校长，请你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成绩，打到全国冠军，为国争光啊！